the bad ones flock. Channel 2 friends, that's 3 on the shot. Wait, that will rewind, press the I stop. 干，这个时候还绕日文呢，八七。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看，像我刚刚打到这个紧身夹克，有没有？不知道可以冲三角，你可以不要的话，你可以直接拆掉，它这边有啊，回收你的物品来使用它们。你觉得这个，嗯，那也还好嘛，你就拆掉就好。对啊，还有他会写物品强度，我有看到物品强度32的东西。你们干嘛？我两个玩家在打架、欸。他们是在打架还是在干嘛？不知道，不理他们。暗区03，有了有了。这一圈敌人就会强一点。03哦，03的玩家也相对多。你看刚刚那边打了，我只给你紫装而已，那边给金装的几率应该会上升。玩家多就会强，比较麻烦。看来我多心了，我连狙击枪都不用掏。Kill him! Kill him now! Now! 对啊，你看这边战事越来越多，我是说战争事件。玩家也多，这样很麻烦。Hello。干林老师，哇哇哇！被人家从旁边打了。好嘞，来，你的就是我的了。来，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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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敌人，看起来像玩家耶。应该没扫到我们吧？我本来不想使用这招的。
下30秒。他们在开枪欸。我们要等时间到，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名声消掉。现在打的话他又那个了。现在打我们又会跳回去干。讨厌。好、oh. confirmed. Rogue status no longer active. 我撑过了，我撑过了。OK。走吧走吧，你的那个杀人等级越高，结束之后返还你的那个优势就越多，就给你很多钱。可是我觉得用处不大，主要都是抢人家装备为主。走啊走啊，出去啦出去啦。先跑好了，是不是？我就跟你讲，如果大家平均战力，我觉得是其次，因为刚刚其实我抓到两次机会，朝他们侧翼干了好几枪，而且我还有大绝，哈哈，大绝都干下去了，排眼遇到排眼，还好他们不是规格外。可是如果再来冲突一次，我就不保证我们能赢，因为我现在没大绝。到底要去哪啦？干！而且我觉得我 Q 最好换成扫描，会比较好。哎，按错了，干！大哥，大哥，大哥，自己人，自己人，没事，没事，好不好？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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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跟你讲，相安无事，相安无事，死白目。好像是刚刚那一群，他们刚东西被我们捡走了，所以想要回来报仇还是干嘛？是跟你讲啊，相安无事啊。太亮。因为太亮了吧，我觉得。
Engaged.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You got a bird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Commencing package extraction.回收。Ready to bring it on board. Extraction successful. 只是回收了五件装而已，其他都是六次。我记得那个时候来这边回收了一堆蓝装回去，不知道自己在冲哪脚。现在知道都是紫装，多少有点看头。Go, go,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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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烈，很激烈。而且我发现我又有大了。右边都是人，打右边。什么东西？不是，你知道杀在这个游戏里面，因为它设定上就是这样。你说要玩家打玩家，我觉得是歧视。你说真的遇到打不赢的，我觉得就逼着摸摸了，没办法。你毕竟真的是打不赢人家，怕了就只有规则外。当然我自己就是那种，就是看到人家我不会想要去打的意思。他这个怎么倒？为什么日本一枪就倒了？
下去吗？新手，你说那种龟在重生点旁边杀新手的吗？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因为它也是游戏设定上一环。这游戏其实不错了，它有分区段，你等级太低了之后，它会把你分到另外一边，你就不会那种十等打三十等的状况。而如果你自己一个人进来，或者是那种就是你暗区等级才一等，就你刚进来可能已经三十了的，然后有那种暗区已经混很久的在打你，我觉得那真的没办法。而且你看到一直杀，杀到最后就会通气啊！通气之后，你就会在地图上面被显示。如果玩家跑去杀你，他会赚很多钱。如果是玩家，会跑去杀你啊、嗯。所以你说要一直跪在某地方杀某个人，其实也不是说很容易做到。妈，真的做到了、嗯，也是鼻子摸摸啊，没办法。如果还有跪格外的能力做到，就是干你娘了。哟，那个掉了。装 SMG 9，实际上冲锋枪，因为它自带暴击率的关系，它如果暴击率有办法到25，然后基础伤害有个7000的话，就很好用。你看这个还自带 reload 残暴打击，你看自带爆头伤害增伤，所以这个在中近距离召唤下是不错的选择。特战 MK20SS 狙击步枪。我觉得这种狙击步枪用处不大、欸哦，这个都是那个嘞武器、欸，哦，哇，这个 AUG 伤害可以到9000呢、欸，比我的黑式 AK74还屌、欸，操翻你！散弹枪。僵尸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出个僵尸模式也是蛮好玩的，个人可以接受。只是你看像现在这样子，刚干我这一枪是玩家吗？虽然那边有敌人。全境感染，然后被咬到的时候，你就会变僵尸，你就可以咬自己人。你只要咬自己人，咬死他，你就有机会得到他身上的装备。那我就来看这边谁装备最好，我就一直去给人家咬，然后爬咬他。台岩是不是你？你装备好不好？我听说你装备很强是吧？
减价钱。不用打，我跑过去就死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大家除了日本以外的装备都有一定的水准。打挑战就是，你看今天打挑战顺这么多，因为都会打了，他会打装备又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到了中盘，等全身金装的时候就尾声了。真的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看到人都杀。可是这游戏其实你看到人就杀用意不大，因为如果他身上没装的话，你就只是杀爽。你看像现在真的后面有这个有那个黄黄的包，对吧？他现在身上有装，你去杀他，看他会不会掉好宝，那我觉得那比较有意义。你又看到人就杀，其实也不一定有比较好。哎，到底在干嘛？我有三个金了，那还是菜啊？奇怪，你有三个机器人，再干你两枪，你是要倒哎，真神奇耶！杀一般人还会像怪喷装哦，是哦，所以杀一般人他也会喷装嘛，哈哈哈哈哈！哎呦，那看到人就杀，好像也是蛮好玩的。哇，系统还随机掉装哎，来来杀我杀我，看我身上会给什么？我今天妈一定全，你怎么打？怎么杀？我只要躺在地上，瞬间地上都喷金装。啊！现在到底要干嘛？大家都带着呼吸器，不然就要中超级天花了。大家现在在这边干嘛？是要等怪重生是不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打到金装哎，这居然打金装这么难。我不往上楼，哎，他们那边也可以上楼，我从这边上楼，应该一样。哎，不对，要从他们那边才对。Warning, now entering a contaminated area. 哎，这边有那个有回收队。是我们叫的吗？不是吧？ 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 应该其他玩家叫的。不是啊，你我如果捡蓝砖，我身上的那个就会不够啊。我最大好像只能带九件。如果带超过九件，我就不用拿，然后不如就带纸砖，反正就算拆掉也是一样啊。蓝装绿装，我就干脆不捡。后面。哦，有那个有名字的，有名字的，有机会。有名有宝币。干，有其他玩家，伙伴，不要跟他们抢啊！有其他玩家呢？哦，有金装哎！
还行啊，还行。啊，不用怕，不用怕。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个金的面具。自己人，自己人。还行啊，运气不错。有名字的掉金装率会提升。可是面具，我其实比较想要装甲。面具我刚自己做了一个。我妈现在就是金手指跟金面具。哦，我昨天打到一个金背包还不错而已。所以这个其实跟挑战比起来也不一定有比较快，因为你要找到有名字的，而有名字的大家都想打。像刚刚那个应该是一个人进来打的，他妈看到我应该吓死啊！操你妈，真的是不要，求你了。还好，你看我就跟你讲，大家这样相安无事很快乐。上面都是人呢、欸，上去吧。你看我现在身上有没有99了，已经满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打到装备的话，我就要筛掉身上的东西了。你看这个就懒得就没差，有没有？如果我去捡蓝装或者是绿装的话，现在就没有了。要我钱再捡。好啦，去回收啦，回收回收回收。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了，因为一个人掉的话，其他人其实会掉差不多的东西。而且我们刚才打到一个金装，就算再烂它也是金的，好不好？就跟传奇一样，等你传奇他妈塞满整个那个仓库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开始跳一下数值。走走，而且我一直忘记跟大家讲，我那个支线全解的东西，就是身上这件夹克，跟我的雨衣一模一样，干你娘！垃圾袋 2.0， 你现在支线全解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夹克，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讲，我今天我支线全解哦，哈哈，就这样没了，干你娘！也不给个他妈什么配件还是什么的。
Disco Disco 有没有？武林高手嗨翻全场就是我了，乱射干。啊！Extraction of cargo now in progress. Yeah, 拿到一个加火力的面具，再一趟就满喽。等下拿个七件装就要回来了吧？你要回家把那个空间清一清，然后你才可以继续打。我觉得刚刚那个那个画面就很像四个两个月没打手枪的人看到一个超级漂亮的妹妹，然后就会冲上去说，在他旁边一直对他比武，赞赞赞，你真美，好看，可爱，赞赞赞赞赞。哎，怎么有人死得这么惨？赞赞赞赞赞，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现在都掉蓝装了，赞赞赞赞赞赞美。作战时在掩体间每移动一公尺便可治疗最高生命值2%。哎，好屌哦！我只要一直这样晃来晃去，呼呼呼呼呼，然后我血就越来越多哎。金装的天赋有些都蛮屌的。哎，啊，他们人，他们怎么跑出去了？可是你不觉得就是这样打暗区，虽然它可以刷点装，不过乐趣上面来讲，没有那个叫什么，没有打挑战来的好玩吗？玩家强归强，虽然是人脑，可是我觉得打挑战打起来更来劲儿。哎哎，这个、看到蓝光或绿光也要过去看一下，有时候是国土战略局装备。哎呦，好吧，既然你这么一提醒，我就会跟着过去看一下是不是国土战略局装备了。香香，干！我21，我是废物。Leaving contaminated area.
哦，亏啊亏啊 ！Readings indicate this area is contaminated. 啊，不算好啊，超烂，也没有看到国土战略局装备啊。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 嗯，暗区六，嘿嘿嘿，我们现在暗区三了。看到了，是禽兽。哦，干，禽兽掉垃圾。遇到一只禽兽，掉垃圾，我还可以，应该可以再打个两三团吧，运气差一点的话。垃圾，都是尸体。不过很神奇的是，我们现在这一区现在都没什么人。这里不是暗区三吗？哎，这个下面有很多人。要怎么下去啊？不知道怎么下去，右上方也有。是不是有狙击手啊？完美！哦哦哦，这是窗帘还是破土啊？这人也不少。又是一只禽兽！哦，禽兽，干！禽兽都给他。哦，干，好爽哦，有人打到金枪哎！
人家的禽兽是会给金枪的禽兽，我的禽兽是废物。Chopper is inbound。干，还有金灭音，不错了哈，我笨蛇呢。啊，不要不要，都给我，都给我，都给我。暗区钥匙。Agent,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那是玩家还是人？还是人？You've got a bird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我干，结果他妈这么远还喷纸装，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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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我够，我够，我来得及。哦，啊！Agent,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Cargo pickup underway. 你看，四个又围上一个美女，赞赞赞！嗯，赞美美，今天你最美。We've got the package. Cargo has been extracted. 回家喽，回家喽，找地方回家。检查点，左上方这个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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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回家。哦哦，超级破土，几点啦？三点半，那差不多啦，今天圆满的结束了，快速的打完了每日，来了暗区玩了一下，还跟玩家有了一点冲突，就说我人很好。Attention, hazard levels normal.卖什么啊？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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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倍金的，垃圾。也出来了。我要回家看一下。皮耶地维修完可以进了，耶、yeah! ！昨天讲说我到麦卡贝的时候稍微滑一下好了，大 boss， 日粉还问我要通话吗？我现在才看到，
这个已回收麦格农，麦格农天赋异禀，食物器其他目标使技能强度提高 5.5%， 持续 10.5 秒，叫无法累积电力。结果你看枪就只有四把烂枪，这是什么？突击步枪、轻机枪、轻机枪，这轻机枪。轻机枪我已经看不上眼了，我有完全触发天赋的超级 AK 驾轻就熟，技术高超，持有技能剂量增加8点，我不知道技能剂量是什么，是不是我手上的技能会 CD 会提升啊？优势，计算之内，最后一发子弹的伤害提高 50%。谢谢大家，拿了一堆垃圾。好，好像可以直接在里面拆，好，那我也不用拿出来拆。而且其实我那个时候觉得钱蛮重要的，后来发现他那个东西，他那个钱能买的东西是固定的。看一下差在哪里，我现在手上的还比较高嘞，滚！我还有随机应变嘞，有没有？啊，这个是什么？四驱图形面具，哦，两个洞嘞。灰色紧身夹克。特工背心、背包，哇、哦！吸血冲锋枪，哎，看真好，哎，人生大成功，不像我。我不像我，不像我自己。看一下一个洞，混乱抗体修复，恢复精神，所有治疗都增加30%。我觉得修复还比较丢一点，暴击率4%，我的比较好。我不像，不像我自己。人家有吸血冲锋枪，那我有大便跟大便。Your attention, please. A group of carolers will convene at 1500 hours in the main hall. All are welcome to attend. 体力配件，效能哦，拾荒加8%，电力额外经验值哦，拾荒加8%，哦，拾荒加8%，最喜欢拾荒加8%了。现在是多少？我们换成刚刚那个拾荒加8%，这个嘞换上去扣2，可是拾荒加8%。我、哦、开玩笑，我、哦、当然拾荒加8%。不过我的伤害是不是就降到没有10万了？没有破万，没关系，没关系，我技能有开就好。开玩笑，拾荒加8%呢？你怎么跟我比？
下有没有好的。哦哦，这个还不错。准进爆头几率加五趴，有效射程16%，有效射程准确度，爆头伤害，我觉得暴击几率应该是比较好。内红点16.5、5.5、12.56，不就一样？就外观哎、欸，结果这是外观装哎、欸，一模一样哎、欸。这个好了，这個、看起来蛮趴的。比较想要拿到一个紫色的15等配技，弹夹容量射速中弹速度16，弹夹容量54 30没有用。暴击，哎呦，暴击伤害，可是装弹速，我觉得装弹速度其实蛮重要的，尤其是我这种半轻机枪。弹夹容量射速，嗯，那我还是继续用这个好了，快速发射弹夹。水平后坐力48，遥射精准度、准确度，小物包好像比较强。所以我是用20等的，27.0后坐力，这个好像要比较强哎，不知道为什么。坐力跟降低威胁度，那、啊、是暴击几率啊！开玩笑，我伤害又破万。Lending Library is seeking donations of books. If you have a volume you would be willing to part with, please consider donating it. 我进没办法换，因为我是拿狙击，我狙击如果不用15倍进就没有意义了。确度首发子弹问题。那下枪管是配什么？腰射精准度，哎，为什么这个拿这么烂的？腰射精准度，水平控制后坐力，后坐力。其实我不知道水平控制后坐力跟那个差在哪里。我现在装的是什么？弹夹容量暴击伤害，我6.5暴击几率，这么屌。弹夹会减，真的，我觉得弹夹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是现在这个比较好。为什么旁边就啪啪啪的声音呢、啊？很湿呢。哦，这个声音，都装给我们装来看。满啦！嗯，我的那个数值都没有变。有了有了，奇怪，你看移过来的时候就火力就是那样子，移过来的时候生命值就扣，到底在冲哪下？不
是这样以火力为主吗？主要武器每秒没有啊，主要武器每秒有破十，有破一万啊。霓虹，哦，开玩笑，我还不来个霓虹。哇，怎么可以这么丑啊？我看你那么丑，我看你也只能弄在这个上面。能够这么丑，真是不容易。这个还是这个特殊名字的，依然没变。双管散弹枪嘞，你就只有干两枪没了，我觉得没什么用。反正然后钱很多，多存一点，然后来买这种东西，结果发现它又不会变。它这边东西我们已经看看都一模一样好几次了，不会变就没差，卖掉电光率比我丑。这207的凤凰点数才给你一把轻机枪哦，致命武力，迅捷快手，其他都还好。有凤凰点剩17点，最可怜。有点想要买这一把，这个154的 Victor 冲锋枪。如果可以抽到不错的这一把冲锋枪，其实也是蛮爽的。看来这就是下一个目标了啊！存个154，大概两天的那个吧，两天的那个每日才行。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啊，打爽了。今天得到了不少好货啊，勉勉强强，你成功把我们天赋两个都开起来了，开心。嗯。那就到这边啦啊，很晚了很晚了，明天有空再继续打，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再见。